轮播向韩国小图书馆真熟悉，而且好好推动小朋友看册嘛，得到教育单位的肯定。不过人力不足，造成管理无达到预期目标。最近校长就邀请到一名志工妈妈来到学校协助整理图书馆。那这些志工妈妈，他们都是从虎尾来。那每个礼拜二、三、四早上，那从虎尾来到我们学校图书馆，帮我们协助图书馆的重新整理啦，还有编目啦、分类啦。那非常感谢他们。那偏乡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希望阅读是孩子的一切学科基础，那阅读也是孩子的灵魂。我们希望用阅读来陪伴孩子的生命。这妈妈并不是当地人，大多数都是来自华北，因为校务需要，因就来这服务。这妈妈分工合作，有人整理书本，有人是将书本重新编号，方便小朋友找到这故事册，校务嘛较容易管理。是想说那个偏乡的小学比较想要让孩子有书看，就这样而已。因为校长以前是一个学校的主任啦，然后我们就想说他就认识，然后还要加赖，然后一加。想说爸来看看能不能帮啊，那他要求的没有很多啦。我从那个虎尾镇，对。因为我们志工大队长他那个揪我们过来，我们就全部都过来了。对，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有空就过来。欢迎国小校长李秉承指出，校真需要家长来参与校校发展，认真感谢这名志工妈妈协助，减轻因未少负担。因为学校其实是六班，所以学校的人力资源上比较不足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志工妈妈的协助，让学校的阅读的推动上能够更顺利，那也能够给孩子更多的一个阅读的未来。这志工妈妈真有心，之前也帮助过其他学校，包括多乐兴的信义幼儿园，因也去到三工。记者李炳安采访报道。